你还在用老款的卷边器来卷边吗？一到接头的地方就过不了，还容易磨破面料。来试下我们这个新款的螺旋卷边器，它安装简单，用砧板螺丝固定就可以使用。它可以轻松过缝过接头，线头毛毛边都可以包到里面去，提升速度，提高产量。不管是电脑平车还是老式家用脚踩缝纫机都可以使用，需要的朋友左下角去选。